放下万缘，你真放得下，不但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成佛了，比往生极乐世界还要殊胜呐、啊！啊，你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啊，一句话之下，他就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。 凡夫成佛，在理论上讲就是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凡夫成佛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问题是你不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了，求赶快念佛，赶快往生。 是不是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主导？啊，那你是凡夫心、轮回心，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。啊，这个事情不是你想去就去的，想成就成的。每个人都想去，为什么去不了？你要懂理。 啊，你的想法要如理如法，那就对了。你这个想法不如理不如法，啊，所以那这个想是妄想啊。中下根性的人，烦恼习气断不了，啊，断不了才叫你。 一门深入，长识训修。你真肯干啊！这是我们所看到古人现前的例子啊。古人我们在净土神仙录里面看到，在往生传里面看到，许许多多念佛人，大概是三年。 他真的完成了，预知实质完成，那不是假的，啊！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，是不是他们的寿命刚好三年就到了？啊，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的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？啊，一个两个偶然碰到的可能了、啊，那么多人不可能，啊，那应该怎么解释呢？ 应该是三年呢，他念到功夫成片，能念到功夫成片，就能够自在往生。啊，虽有寿命不要了，我提前走了，这才能讲得通。啊，像宋朝的盈科，真的，他念佛诚恳呢，精进了。 没有杂念了，就没有怀疑，没有杂念啊，念念相续不断。虽然只念了三天，念佛的条件他具足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。他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：“你还有十年阳寿啊，十年之后啊，我来接引你啊。”但是迎客花是放弃了。 他说：“我生年阳寿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”啊！阿弥陀佛也同意了，三天之后来见你。三天之后，佛果然接他走了，他又没生病。啊，这个是佛经上讲的，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：“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他三天了啊，所以只要你做到。 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是净念相继呀、啊。大师之菩萨讲的啊，你有疑惑，你心不清净啊，你有妄念夹杂在里面，你功夫被破坏了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 啊，学佛要想成就，没有别的，啊，一定要放下。经上讲的那么明白，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本来是佛啊！啊，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成佛了。是因为我们实在放不下。 这个地方放不下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再放，换个环境。那那么到极乐世界最低限度啊，要放下夜分执着，执着太多了放不下了。你能放下少份就行了，这叫待业往生。啊，还是那么样坚,坚强的执着了，那就没法子了。 啊，所以执着造成了六道轮回，坚固的执着造成的三途地狱，这有什么好处啊，这个事情一定要我做，非我不行，这是地狱心呢，是地狱的念头啊。那菩萨心不是这样的，一切众生皆皆是佛。 一切众生都有智慧德相，我做行，别人做也行。啊，别人能做更好。啊，他造福，我享福。一个觉悟的人，求之不得了。 啊，所以理明白了，问题自然就容易解决了。啊，理不明白了，这个解决问题就困难。那么在道场，尽量的说，应当为道场服务。啊，因为《弥陀经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” 啊，在道场服务、啊、是急功利德，啊，这个福德帮给你做增上缘，啊，道场没有这一些修福的人，佛法就不能存在。啊，你比如说你们同学现在,在这里都想学经教，如果这个道场没有人护持。 这个道场会解散了，这个缘就没有了啊！所以我们要重视啊，护持道场的这个人呢，是我们的一直是，啊，我们依靠他了。 没有这样一直的人手，我们确实没法子成就。啊，我这个是有老师指点，那老师指路啊，走路是帮忙的时候靠护法了，啊，所以我感谢韩英馆长，啊，他扶持我三十年。 啊，我对于我的生活环境不操一点心啊，你才能够一心向道，啊，才有成就。没有这个环境，你没法子，你怎么能成就啊？啊，所以这个道场，而真正有人发现了护这的道场，啊，他虽然是自己成不了佛。 你们都成佛了，你说你要不要报他的恩？你要不要帮助他成就？啊，这必然的道理嘛，哪有？